请答应我，你要回去郑凯的身躯边，不是？阿母，你的病还紧来好起来，我要和你做伙生活，咱三个永远拢袂离开。慢分开，我真嘴大呢，想要吃果子。你看卖，外口看有咧卖柳丁无？好，我去找看卖。阿母，你休困啦。不伫咧看守，敢毋当食水果？嗯，我看我是问只医生较妥当。一位大陆偷倒来，三十几岁啦，伊穿蓝色的鞋子、乌裤啦，即卖人伫咧病院楼骹。阿母，你是咧创啥？恁赶紧来吼，啊若无人就走去啊！阿母，我你。小燕，你甲郑凯讲的话，我拢听着啊。你想要留来照顾我，我真感激你。不过，阿母上希望的，是希望你会用对阿健阿好。郑凯，只要留伫咧台湾，我就袂当放心啦。我要去跟伊讲，小燕。小燕，你唔通走，听阿母的话，唔通阁让伊对你哥哥弟啊。阿母，你放心，我会叫伊走，也唔过唔当害予警察抓去啊。小燕。小燕，今天你紧走，阿母已经报警察抓你啊！你哪样呢？什么都莫阁讲啊！你紧走啦，不然警察就袂赴啊！小燕，咱走袂走？阿英姐，阿母怎么答应？我袂当放伊一个人，伫咧病。小燕，你若是袂走，你就伫遐等，啊警察把我抓走好。真快！我好听话尔，两兄是走的。阿母，紧嘞，我要来着，就来接我，我都行袂去啊，紧去，你紧嘞。要紧吗？阿母，无紧，你紧去，叫我甲陈小燕，紧入来，紧嘞。阿母，袂赴啊，我亲目睭看着，小燕害伊个人。小云啊，阿囝，阿你来出来离遐啦！啊，小云啊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迄个大陆新妇，迄个阿兄吼，唔是啥物好物啦，伊根本就是一个贼啦，伊甲你阿金仔吼拢摕摕走啊啦！什么？拢怪阮阿勇啊，无教育，伊本来要甲你阿姨，结果吼，叫阮一个人分去呢，是我害阿勇才甲叫钱的。真可，就是咧讲咧。我在头壳哦，你又讲一个正常话呢？哦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小云，小云，阿杰啊，恁老母到底是安怎啦？医生讲，是癌。啥？
依然。你听我讲，阿母的性命，剩两到五年的时间了。哎呦，谢谢你们奶奶，奶奶啦！不可能啦！再有两心肝遐尔啊，没有可能顶到这款的尽头啦！我不相信，我绝对不相信啦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啦！一定是病检查错误，医生胡白讲啦。师傅，你后尾哪可能得到这款的诊断？是对一个医生胡白讲的，是对一个医生你纠缠师傅娘啊！我来找医生讲，我来找医生讲啦。哎呦，那你不了公，哎呦，无依无束，这款的代志哪会了胡白讲的啦？红姐。这已经无法度改变事实啦。天公无目睭啦，天公无目睭啦，师傅啊！一件事，保证安全啦，做你放心啦。伫个船业的安排好以前哦。你若暂时待在遮，一步都袂用离开哦。你若出去哦，突嘴互拍枪，我是唔知哦。船头哥，你放心啦，我知啦。安尼上好啦，啊钱就丢啦。哦。啊，若无现金就金啊。啊。你若换着现金，我等下摕予你。这是我拿母的金啊，同好卖叮当。我等下换现金予你，好不好？小燕，今麦现金哦，拢不要紧啦，赶快拿了，赶快拿了。我给你搬来哦。哎，无安尼啦，你先食便当啦，后摆来要买衫哦，家庭食饭两下哦。我去给你抢一摆哦，千万都不要找灾哦。我知啦，你放心啦。好，我们家来了哈，多谢多谢。啊，无啦，我过来再打电话哈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静凯，阿母伫个病院，我真是袂当含你做伙转去啦。小燕，我袂使阁放你转去，咱甲台湾放袂去。回来大陆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清凯，我巴肚就枵的，咱先吃饭好不？好啊，我来吃饭，来来来，阿静阿静。小燕，小燕，喂，喂，奈佳，奈佳，小燕呢？跟你做伙的小姐，伊讲要先走呢，伊有交代我跟你讲哦。大娘娘啊，免看啦，免等啦。小燕哦，无可能倒转来啦，看开的啦，哈。对啦，三五娘，我们回家啦。小燕奶奶找不你，说不定她会回家去找你哦。对啦，小燕不得讲哦，总爱给你处理得意啦，行啦，等下。小燕，小燕人呢？哦，啊你这个阿娘，你搁敢来？连瑞啊，
紧嘞，到顶下来，来警察局。好，我跟你走了。别烦啦。小燕，小燕赢我。小燕敢无来找你？小燕，我你带走。我再问你，那伊人呢？海呀啦！哎，小燕呢？站住啊！看这个本事吼，小燕已经出大事啊啦！三五幺，这摆人无看你煞找讨人，啊！你将小燕放出来，也若无我去警察局告你，到时你免想要走。你是跑道的呢？你要警察局，我看你怎个歹啦你！你将小燕放出来，也若无我绝对要跟你输赢。正经有影七拉干呢哈？还为了阿玲无惜家己的性命？对，我看恁阿六啊，有影比阮台湾人较痴情的哈。就小燕搬出来！就小燕搬出来！啊，同志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小燕哦，即马伫个我家，你若敢乱来吼，伊一定比你较危险，而且吼，比你即马佫较艰苦。我拜托你，只要你帮小燕走，无论叫我做什么代志，我拢答应。大哥，歹势啦，拄只吼，我是来甲你滚双笑。其实你的爱人啊，小燕哦，根本就无伫个我遮，伊哦无爱你，生一阵转大陆。哎，我来做生意哦，一向就是信用。你后日暗吼，来找我啦。我拜托你去救伊，好不好？来去警察局找我讲。行。三五八，安尼也是好啦，做一解解决啦。你卖烦恼小燕，对不？我就知影，恁斗阵这么久，我都唔信你甲小燕一点仔感情拢无。正凯有提供线索，警察嘛替咱在找，若是有小燕的下落，一定会通知咱的。咱要搁操烦啊！
听医生的话，去开刀好不好？搁等几工啊啦，无听到小燕都会有消息，无查了这几工。过来台湾，讲结婚的拢是咧骗啦，其实拢过来咧做，佮交代咧定亲。我来讲，不管你吼较早对心啦，但对今仔开始吼，一定爱听我话，也唔敢去接人去。我是正正当当过来台湾的，我唔是来卖。你放我走，我死拢袂听你的。你是咩个？我来讲啊，你若唔听我话，你的爱人同志。我对我性命危险吗？你讲什么？怎可安怎？伊欠阮真侪钱啦，伊若唔接家底孩子，阮头家就将伊等来毒鱼汤，假阿门徒等来骗我大海。我这人是上困，我是袂骗你。美英姐，你袂用伤害金凯。只要你若好好听话吼，伊就无代志啦。较委屈几个月啊，趁钱害阮头家，我着安排船去转去。你家己考虑看卖，你的爱人同志吼，是毋是会点活命？得靠你家己决定。我要先想起郑凯。好嘞。你暗时休困一下，明仔才开始接人客，我托你改紧。无爱，我无爱。啊，你就无甚物头好参详的啦。头家的决定哦，我嘛无得去。大哥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看你这尔可怜哦。我嘛真同情，无安尼啦，只要你若决定吼，甲我服务一下吼，我再来甲阮头家讲看卖，你家己考虑看卖，我袂勉强。